我哋睇呢間就447尺，連裝修咁樣賣嘅，大概就700萬左右。入嚟有個玄關，呢度擺鞋櫃，呢度就擺咗一個小型嘅餐台，然後就 sofa、電視，有個露台。露台望出去就望翻啲樓啦，公屋區。咁景觀嚟講就冇乜景觀，但係視野都 OK 嘅，因為我哋而家身處位置31樓，即係都 OK 開揚嘅。廚房就 L 型，你見到個台面 OK 嘅，收納量可以嘅，即係上面嗰啲收納量都夠 OK 嘅。然後就一個大少少嘅蒸盤啦，伸縮嘅水龍頭啦，呢個都 OK 嘅。處理嚟講就用電磁爐啦。咁如果下面就係洗衣機、雪櫃、微波爐啦。呢邊就係細碎房，基本上擺咗張床啦，擺衣櫃啦，然後落地窗，望出去景觀幾通透。浴室就好企理，同埋佢係又有啲鏡櫃啦。總體嚟講，我覺得裝修得更好，就佢原裝嘅浴室，所有嘢齊。淋浴區同埋佢有窗嘅，呢度可以擺啲梳洗用品。主人房就做咗一個架啦，做咗一個衣櫃，然後做擺咗張大床。隔離仲有個工作露台，望出去都係望翻個市區景。整體嚟講唔差嘅，只不過佢賣法好特別，用一個迴旋鏢嘅形式。即是你首先要掉出，总价就700多，玩法很复杂，到时有机会再倾，拜拜。